相较于欧美这些主要的旅游国家，阿拉伯世界的神秘感总是让人向往，而他们主要的使用语言就是阿拉伯文，所以当你学会基础的阿语之后，能让你在旅游上有更深度的体验。在工作使用上，阿拉伯语是目前增长率最高的语言，而根据 Azuna 的研究，在各领域当中搭配英语，阿拉伯语是排名第二的重要辅助语言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泉，我是脸书粉丝专页阿拉伯弥勒的创办人。在粉专上，我经常分享阿语的简单教学，我也实际在中东北非许多国家待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对于当地文化有更深刻的体验。阿语的学习资源在台湾相对缺乏，而它的字母系统、长短的发音以及书写方式都和一般欧美语言很不一样，因此让人难以入门。所以这次我跟优塔合作开设了这门阿语入门的线上课程。课程的一开始，我会教你怎么书写、怎么发音，然后是基础文法的讲解，让你打下阿语的基础。在这边我会特别花一点时间教你怎么查字典，因为阿语单字多有三个或四个的字母字根变化而来，所以查字典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。学会查字典之后，也会让你熟悉单字的字根，大幅降低背单字的难度。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在生活上和旅游上常常会面对到的情境绘画，包含这些。而每个情境都会包括绘画、文法讲解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常识，让你不只懂语言，也懂人文与风情。希望这堂课能帮助你学会阿语，让我们一起勇闯阿拉伯。Hayabina ila alam Arabi.